办？到底该不该相信他？你说弗洛拉，他可是兄弟会的人哎。也是，更不用说我们身份可是敌对的。再说，你身为鲍德威的心腹，他如果知道你跟弗洛拉见面，你想想他作何感想？我想也是。兄弟，有人再早就有了，何必为了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呢？